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信心的等待。创世纪十六章二节，撒来对亚伯兰说：“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”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。人经常走在神面前，提出各种办法，要来帮神的忙，好成全他的旨意。人越过神来做事，结果是越帮越忙。神的应许不需要人用肉体的力量去成全，人的信心一软弱，就会转向自己的办法，但我们不可用自己的方法来帮助神，因为血气和情欲不能成就神的应许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你喜欢我专心仰赖你，安静等候你应许的时间，不依靠人的膀臂，也不求助于人的智慧。时候到了，就必成就你的应许。主啊，然而我常常跟撒来和亚伯兰一样，等着等着，心就再没办法安静下来，转而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，还冠冕堂皇说是为了神去做工。求你赦免我常常得罪你。主啊，赦免我常常缺乏耐心，缺乏信心去等待你的旨意成全。求你帮助我，安静我的心来等候你的时间。求你赐给我更多的信心，求你赐给我更多的信心，相信一切都有你的美意，相信你的每一个应许。帮助我凡事都愿意顺服在你里面，凡事谢恩，凡事相信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愿你道成肉身在我身上，愿你的旨意成全，愿你的荣耀彰显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地高，他的
情。